就是今天最后一个一样，就是刚刚下午有讲跟大家分享影响力报告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帮忙填写的问卷，然后刚刚我有寄信到大家的信箱，所以如果信箱有收到的话可以填写，那或者是这个下面有一个 QR code 大家可以扫了现在填这边。然后它有分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关于今天这个黑客松的参与的满意度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有觉得吃不饱、吃太饱、吃太油、吃太素等等，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回复，或者是你觉得有点被冷落了，都没有人跟你讲话，也可以写在这里，我们就会努力的去改善，然后找更多大使去跟大家搭话。或者是你觉得一直被骚扰，也不是骚扰，一直被大家提问，你有点害怕，也可以说出来。然后这个部分写完之后，就是有给你选，就是你觉得今天深刻的提案啊，或者是短讲都可以在这边勾选。然后最下面会，这页结束之后，下一页就会问你说有没有写过影响力问卷。那如果是长期的参与者呢，就之前有写过的就可以说我写过了，问卷就会结束。那如果今天第一次来，然后呢还没有写过问卷，就想要一起变，就是变成结果一部分的话，欢迎帮忙填写一下问卷。然后因为现在离结束还有大概十分钟嘛，所以大家可以趁我剩下时间都拿来给大家写问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的报告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李杰。你先到那个 QR code 的地方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对，那就如果还没有填写问卷的朋友的话，就帮忙扫一下，然后填填看，可以多给一点意见。然后就是大家如果等一下要移动的时候啊，就包含注意一下你的东西有没有带，以及你旁边有没有垃圾。如果有垃圾的话，就帮我们带到外面，因为今天其实是有垃圾分类的地方。哦，那个刚刚外面的食物区有一只红色壳的手机，所以有手机放外面的话，赶快去拿。OK。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主持人就是 ending 在这里了吗？对，就没有东西。真的吗？好，大家记得带东西哦。好，有人想问，应该没有要开放问答的部分吧？没有问题吗？通常是没这个桥段。好 ，OK， 那就很高兴，谢谢大家今天来，然后谢谢那个主办方提供场地，虽然我不清楚是哪一位，但是我看这位是这样。场地提供是中研院资讯所主办方，是秋松展会。对。感谢中研院资讯所的那个今天有就是来帮忙顾门口的助教，然后为了让助教就是减轻一天负担，